Hello, hi, 大家好，我是飘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沙县这边有那个小吃，叫什么小吃文化节。在我们沙县这个东门那边，一会儿呢，我跟我姐他们都约好了，然后今天准备去看一下小吃文化节都有一些什么小吃。应该我想过去应该是就是全国各地的小吃都有。因为我们这边。每年都会举办这种小吃文化节，然后一会儿呢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有啥好吃的，然后我们自己也去吃一点小吃看看。今天呢太阳非常好，现在是下午的2点多，太阳好晒，一会儿出去的时候要做好防晒，不然要晒得黑黑的了。我回来已经晒黑了好多了，因为这边的辐射还是挺高的，挺大的，我觉得。刚回来那段时间不是天天跑去玩嘛，跟我姐两个去看花呀，又是干嘛的，然后又是去那个乡下去玩，玩了那个时候也没有防晒，再加上也没有戴帽子什么的，就晒黑的。所以最近呢要注意一点，不然晒回去，等到我回美国的时候我就变成那个非洲来的了，就变成非洲人了，又成了黑球了。先这样吧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小吃节。看看也没啥好吃的哈。看到了。臭豆腐，看见的臭豆腐跟烫一样的臭豆腐。哎呀，臭豆腐。你看爱吃的人好吃。赶快发，人家弄得那么漂亮。这叫什么东西？鸭腿呀，竹筒鸡。椰子。羊排。是不是？羊排，不吃羊肉。不吃羊肉，牛肉。那牛肉也不吃，羊肉串，新疆羊肉串，哇，这么大的羊肉串，咱们看看吧，这一串多少钱？10块。有没有人吃你们？来了不买点东西吃，就在这转一圈看看呀，吃点东西，要不要吃？是不是？这个是什么？羊肉。这个羊肉不吃。羊肉串不吃。羊肉不吃。那黄也不吃。哎，真正吃吧，真正吃没有给他吃啊？羊肉。先看，他满意了再来吃。饭没有。什么中午饭都没吃？你们中午没吃哈？那等下就吃了一份子那种的，坐下去吃。他们菌还没有来嘞，那也要等到3点。什么还没来？菌啊。山里才能领券啊，有那个券，他们在那排队啊，很多人在那排队，在那领券啊。排队了吗？是啊，这是什么啊？羊排又是羊排，哎呀，羊排烧啊，都是羊肉，我们不吃羊肉的嘞。羊排烧，看着很好吃。羊肉串，这个羊肉串，蒙古串，肯定羊肉了。你也是我吓死了，太甜，毛人家的。一个月两万，你吃了吗？努力了。每年韭菜锅生菜烤腿。过来看一下。还有我。好不好吃这个到底？这个是它是辣子。看你们吃一下好不好吃嘛？好吃吗？买第二个。买第二个了，我们也买一个尝一下的。来一个是吗？多少钱？15块一个。好，来一个吧。2块钱拿不吃哦，不然的话拿不吃。来吃不香吗？已经泡到满地，到处在泡了。
拿来，拿来吃一下，这个这个。直接买一口。三个。是不是要辣椒吗？好不好吃的嘞？我说这个。啊、哦。算不好吃。纸巾加一大堆哟。这就是。对。嗯。十五块钱一个腿，看着很好吃。拍那个短视频，抖发抖音。是要草莓一个吗？十五块一份。你是放辣椒了吗？嗯，放辣椒。我不手不要辣椒。不要辣椒吗？不好意思，我重新给你烤一个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没关系没关系。不好意思。那就去前面看一下。这一点点弄掉还是没事。那前面看一下没草莓的。等一下就没那个。老板来一份，来一份是吗？不喜欢，不敢吃辣的。因为还有八万是零油的。老板，我也来一份。来一份是吗？你要辣椒吗？我也不要辣椒，其他的都可以，就是不要辣椒。好。好嘞，拜拜。你要，谢谢。生意还不错，就你这边生意还不错，我看他们也不好。没有，好嘞，谢谢哈。十五块钱买一个腿，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吃，应该还可以味道。买一个尝尝。多少钱一份啊？5块一份。能来一份吗？嗯。要那个就是我也冰淇淋了，我要那个干我也冰淇淋。好酷了哦。这个多少钱？15块。过去了。啊，我在后面买东西吃了，你们跑这么快？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章鱼小丸子这里。啊，那我们超掉了呢。你们在前面呢，哦。啊，好好好。这个很烫，要晾一下，没办法吃。这是干锅，这是盐，去前面的话都是干锅。哎呀，我拿这个烫的，我要拿这个的。你帮一忙，你一块，两个家姐姐打开来。好啊，去找冰淇淋，快点嘞！15块一份是吧？对。拿两个，一起跟六个，拿六个，一人吃一个尝一下。嗯，谢谢。没有饭了，玩一下。怎么跑这么快？买东西哈。对啊。买那个丸子是吧？对啊。不是丸子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就问妈妈要不要吃，妈妈说的不吃，不吃的。给他一个。好好，要不要吃？小丸子，很烫吗？烫哦，烫哦。这是什么丸子？里面有章鱼。章鱼丸，章鱼小丸子。我都说要领票来买了。哎，算了吧。多少钱？15。15。那也算15。嗯。这个。6个。很烫，来，
很烫哦，再冷一冷给他吃。这个牙齿没给我弄好，会碰的，没磨。烫烫，嘴巴烫。是啊，里面就是空的呀。点的怎么点的？我觉得还是章鱼小丸子更好吃呀。嗯，它这个不是，嗯，不是章鱼小丸子。那要吃了，不要，我自己还要买袋。咬啊咬下去，这次就可以了。不用看了，买两袋呀。袋还有挺贵一点，里面没有章鱼。嗯，它摆在那里，我看到有章鱼摆在那里，它没放，里面有一块，可能也就。有吗？很少放的，叫你，叫你。这边还有嘞。你看，也没人吃啊。这是韭菜饼的哈，肉的，肉的香，好吃，脆，香脆。猪耳朵要不要吃？麻花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？要吃什么？麻花应该咬不动。麻花咬不动。饼呢？饼呢？这个也好吃。那中午不是没吃饭吗？你这个没有吃过，好吃。这个咬不动。那走了，不吃就走了，吃就走。拿四个去。要不要吃？我不吃。不吃，吃就走。你要上来？